这个就是我们福鼎特色南姜叶红糖年糕。剪一些南姜叶来蒸一个我们福鼎很好吃的红糖年糕。提前泡好的糯米磨成浆，找一个出嫁时候的布袋装进来，找个重物给它压一天。锅里来点水，先煮个红糖浆，这个浆可以煮浓一点。哇，好漂亮！再倒入红糖浆。